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10页，510页，倒数第五行，第二句，这里面有说到，密教所判的第十住行。这十住行啊，我们也从佛学大字典把它揭露下来给大家做参考啊，我们也把它念一遍啊，这比较长一点。十住行，这是名俗，此真言宗旨，教相判舍。真言宗就是密宗，我们叫东密啊，日本的。日本密宗也是唐朝时候从中国传过去的。这个名词虽然本于大日经是新品，以及大日经疏啊，经是大日经的注解，那么也是本于菩提心论、摄摩诃言论。至其本质，实可称为日本弘法大师之独创啊，故其本句在弘法之十住行论，即密藏宝要，这个里面说的详细啊，十种，第一种，一生低阳心。一生是凡夫，六道，四生，这个四生胎暖石化啊，这四种不同的生态，那么各依其生。即如所谓群生也啊，一生跟群生的意思相同啊，低阳是供养
阳的心下利，除了求水草、炼银玉之外，他非所知。啊，阳确实迷惑、愚痴。啊，畜生里面呢，非常愚痴的，他只知道吃，只知道淫欲，啊，别的他不晓得。这用它来比喻凡夫，愚痴暧昧，不解事理，醉生梦死，非道我人，无信无德，那么都属于这一类。啊，一生抵阳性，啊，是在人类当中，他的愚痴、无知啊，跟抵阳相似。啊，本不可列于教判之内，以戒为可进第二心的阶段。把它列在此地啊，那么由这个向上提升，就是第二，欲同持斋心啊，欲同，愚昧的童子啊，童子是小孩，没有成年的，持斋呢，就持八关斋戒。卧者非实宗为卧啊，为内心与外缘之所有，一修无界十界等作善，忠孝仁义礼智等德者是也。人臣之教，如儒教等皆是于中啊。那么这个第二种第二类的，比前面一类好多了。前面完全无知啊，善恶都不能够辨别啊，不知道善恶。那么第二类呢，有能够分别善恶啊，恶不会呀，实宗为我，这一句话很重要啊，让我们对于作恶多端的人要原谅他，不要去计较他为什么会作恶。内心跟外缘，内里面烦恼很重，就是贪嗔痴慢疑，自私自利的心非常重啊，外面没有看到好榜样啊，看到的都是不善的，所以很容易被境界诱惑啊。他要遇到善，他也能想善，也能够学善，所以他还可是修无界十善等作善，这个转变就很不容易啊。虽然不容易，真正能转过来的也还不少啊。这是我们六年前在汤池做的实验，2005年的冬天11月，2006、2007、2008，我们做了3年实验，在汤池小镇啊。汤池小镇的居民跟一般小镇差不多，中心成立之后在那里展开教学，大概3个多月的时间，
当地居民的良心就发现了，所以证明人是有良心的。啊，这是他迷了，他不知道。如果有人教啊，会发现良心现前就不好意思再做坏事。啊，非常明显。我们看到的都很惊讶，啊，以为中国传统的教育，啊，伦理道德教育丢掉200年了。前100年还有人讲，没人做了。后面这100年。就是清朝亡国，啊，民国成立之后，这个100年，讲的人都没有了，啊，所以提到中国传统文化，感觉到非常陌生。啊，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。这个实验成功，让我们得到两句话的结论。第一个，人心本善。啊，《三字经》上所说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是可以相信的。啊，他能回头。第二个呢，证明人是很好教的，这出乎意料之外。就是没人教他。啊，如果有人教啊，真不是难事。啊，通过这个实验，我们想到有一桩事情可能，那就是如果真的有好的教学，全世界的人民现在都是迷惑颠倒。都没人教啊！如果有好的老师来教啊，我们相信啊，半年到1年，至少有1/3的人觉悟了。1/3的人觉悟了啊，就能带动整个社会啊！这是汤池。实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，给我们带来的信心。啊，怎么个叫法？国家能够养一批老师，专门教伦理、讲道德。啊，人数不要多，50-60个人就足了。啊，国家的电视台能给我们一个频道，让这些老师天天去讲，天天去教，啊，用电视，啊，这是个专门频道，24小时打开都可以听到。啊，我相信，半年到1年，社会完全就改变了。啊，有些人说。这什么搞电视的这媒体啊，他们说伦理道德的人不想看呐、啊，没人看呐、啊。啊，没人敢实验去干这种事情啊。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也做了个实验，陈彩琼居士搞了一个华藏卫星电视台啊，这个电视台里面几乎通通都是播我讲经的这些光碟啊，只是在讲经
这个当中啊，穿插他的银行账户的号码，穿这个东西，就有人寄钱给他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银行账户存款号码出现的次数太多了。我觉得每天出现的2次就够了，顶多3次，不要超过3次。又常常出现，频率太烦了，就好像问人要钱一样。真正肯收看的，他对于出现频率太多会起反感。我看到都起反感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呀。能够出一天能出3遍，出现3次，我觉得很好。那我们都对他会赞叹。真正发心捐钱给你，1、2次可以，人家会很留心的，把它记下来。这个电视台维持了10年了，03年元旦开播的，到今年13年元旦，整整10年，这13年是11年，他经营得很不错。怎么知道心不很不错呢？我有的时候国外有活动啊，他送钱给我，这就说明他经营得很不错。如果经营很困难呢，他就不会送钱帮助我了。我在国外的活动，大概一次大型的活动需要美金6万到10万两，他很慷慨。那我从这个地方也得了点信心。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善行人士喜欢看伦理道德，这些善言善行的节目，不是完全看杀盗淫妄。有一部分人，如果讲的人很多，讲的内容很丰富，有50-60个人出来讲，每一天不断的讲，日夜不断的讲，用24小时不能停止，地球上的时区不相同，我们这里夜晚，美国是白天。他在任何时间收看都很方便，对全世界播放，不但救自己国家人，救了全世界。这个事情应该要干的。这一桩事情的缘起是造孽。方东梅老师告诉我，那个时候还是黑白电视，彩色的还没有。老师家里有一台电视机，指着电视机告诉我，是这个东西，可不能小看它。它可以灭亡一个国家，也可以兴旺一个国家。他没有善恶，他是中立的，完全看主持节目的人。家家都要看，家家都是他的学生。教他什么？
教他是负面的，他全学坏了；教他正面的，他统统学好了。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老师说，这是弘法利身的好工具啊！你要知道，那时候讲呢，我们听懂了，知道了。可是这个东西花钱太厉害，论秒算的，我们哪里有这个力量？我们一生羞于向人化缘，那个说不出口。做好事，好事不如无事啊！所以我不干这个事情，我一生怕这个事情。早年没道场啊，讲经到处租房子，借地方，所以常常搬家。大概一个地方讲两三个月就要搬家了，人家房子要卖了，我们就不能再使用。早年讲经也不少年了，过这种日子。我记得好像是20年，我33岁出来讲经。43、53才有华藏图书馆。20年，华藏图书馆成立是我讲经20年，真不容易啊！华藏图书馆是听众读气建立的。别人不让我们讲，不租给我们讲。这些听众说，我们大家凑钱买个的讲堂，是这么来的，大家赌气赌来的。就是景美这个讲堂，这个讲堂50平，这要不算大。这才是。我们有了固定的讲经道场，太小了，那个墙不能住啊，所以我还是住在韩馆长家里。我在他家住了17年，到我们小道场，人丁也兴旺了，出家也有20-30个了。我才搬到图书馆去住，在图书馆又买了几个单位，总面积好像是250平的总面积，这个里面有宿舍，有教室。有一点小规模了，这就是我们从来不化缘，不问人要钱，遇到一桩事情。万国道德会那个会长是东北人，跟韩馆长同乡，他们很熟。那一年82年，1982年，他们在洛杉矶办一个活动，是世界
万国道德会，好像是第三次吧。会员代表大会在洛杉矶召开。韩馆长听到这个消息，问我，美国没去过，想不想到美国去看看？有这么一个机会，万国道德会请我做顾问，他替我办出国手续，他们办护照。我们去玩玩吧，去开开眼界，去玩玩。参加他这个团体到美国去，却很奇怪，好像有50-60个人，这个团还不小。那个时候在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办签证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从来没有出过国，也没有拿过护照。护照拿来的时候，导游，旅行团包办的，导游告诉韩馆长，他说奇怪呀，怎么大使馆给你跟法师两个人护照不一样啊？我说怎么不一样？他看不都是一样吗？他给你是5年多次签证，所有的人签证都是3个月一次，为什么给你两个人的时候5年多次签证？我们一看才发现，真的，就那一行，时间不一样。我们参加这个拿护照，大使馆人要问问话的，问我们去美国干什么，就去开会。去多久？我说半个月。就没有了，就完了。他要给那是他给的，我们跟他没有丝毫关系。就这么样子，我们就到美国去了。还是真的2个星期就回来了。但是这一次出国呢，在洛杉矶旧金山遇到我们大专讲座的同学，遇到10几个人。这个信息很快就传播美国加拿大。这些同学非常欢喜，跟我都很熟。就邀请我到美国去讲经弘法。这个门户是这么开的。以后一统计，在美国加拿大300多个学生。所以我在美国每一年要去1次到2次巡回讲演，每个地方大概是1个星期到10天。美国10大城市，再加上温哥华，这11个地方就是固定了，年年都要去了。跟美国的语言是这么来的。好像是3年吧，85年，同学就给我建议，你每一次来，常常来，最好去拿个永久居留。
啊，免得每一次搞签证。啊，我们就试试吧。那个时候，韩馆长的儿子在美国读书，啊，结婚了，也生了个儿子，在菲尼克斯生的，啊，那沙漠地带，这我们在沙漠要住了3个月，啊，我们就去来吧，在。达拉斯来的，陪我们去的12个同学，就是我们同修啊，净宗学会同修，12个人，啊，10个人，连我跟韩馆长，我们总共12个人，到移民局，大概花了10几块钱吧，买了个表格，就在那里填，我们没有找律师。啊，填了之后，把带齐了证件，去到窗口去交，啊，去送件。送件的人看到了我们的资料，看到我们的证件，他不知道怎么办。啊，因为看到出家人，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出家人办过这个事情，第一次遇到出家人。他没有办法，就找他的隔壁那个是资深的，啊，向他请教，看了之后也没有办法，啊，最后只好报到他们的上级，啊，还是组长什么主管他们的，啊，把他找来了，找来他一看，他说他们这个证件不在6种移民条例之内。啊，他说他们这个马上就可以办的，给我们一个号码，到楼上去宣誓，我们就去了。从进移民这个移民厅出来，半个小时，我们绿卡拿到，比台湾报户口还简单呢，还容易呀。实际上办事10分钟，啊。20分钟排队，啊，先送件排队，花了10分钟，啊，到楼上排队办手续10分钟，排队10分钟，实际上办事5、10分钟，啊，30分钟就办好了。这跟美国有渊源的，啊，以后我听到有很多人住在那7、8年都拿不到。我是怎么这么回事情啊？我们怎么进去就拿到了？他们还要找律师，啊，我们还有个同学花了20多万请律师费呀，都没拿到。啊，所以这是佛法讲缘分，啊，大概跟美国有这个缘分。世间事变化。多端啊！学佛的人真的相信有缘分啊！我们大老师有个朋友蔡文雄啊，他在台湾这个大使馆办这个签证，就遇到过这么个事情啊。他是母亲在国外。生病，要赶快去看他母亲。那么在办签证的时候，他们排队，隔壁那个窗口的时候人少，啊，移民官向他招手，啊，他就到这个隔壁镇去了。立刻就把他办了啊！那么他第二天带了个朋友去，哎，他说这个人很不错啊，昨天跟我很熟，哎，结果好像他不理他，好像根本不认识。
啊，为什么头一天？头一天是母亲的事情，我大概有点孝心，啊，他很客气，对你这么好。第二天就是不认识了，啊，完全是陌生的样子，问他打招呼，理都不理。啊，确实啊，这里就有语言呢。啊，与你有缘呢，与你这个朋友没有缘呢，你陪他去也不行，他也不理你了。啊，语言时时刻刻在变化，心也时时刻刻在变化。啊，一生滴养，这是恒愚痴没有德行的众生啊，他不懂事啊，可能教导也非常困难，不好教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能接受，尤其圣贤教诲，啊，必须让他看到榜样，时间久了，他才会回头。啊，所以常识熏修，慢慢转变了。啊，语言成熟的很容易教。啊，很容易升起信心，信心坚固不容易。啊，什么叫信心坚固？遇到了财色名利，能够不动摇，能够坚持到底，这个比较难。现在这个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大了，全是负面的诱惑。它不是正面啊，小名小利啊，不在乎，还可以不动心。高名厚利怎么办？那不动心太难了啊！我们遇到过。啊，辩解了，啊，我们也很会能够原谅他。为什么？伦理道德是他半路学的，他不是从根本学的。啊，中国古人对这个教学非常重视，啊，扎根的教育一定是从出生。到3岁，这个3年，啊，母亲全部精神都在他身上，啊，把他看管住，所有一切不善的，不能让他看见，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，这个小孩看好，啊，小孩能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的。通通是正面的，啊，父母这些闹意见，心里不高兴，不能给小孩看到，啊，在小孩面前也得假装和气，要不然他学坏了，啊，古人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父母看着所有大人，在小孩面前都是规规矩矩，啊，不能够啊放逸，啊，因为你的举止、你的言行会影响他。他虽然好像是不懂事，其实他非常懂事。
非常聪明，啊，他都在学习，他不会说话，不会走路，他已经在学习了。啊，富贵人家，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家，那个教学就更早，怀孕的时候。就知道胎教，啊，小孩没出生，在母亲胎胞里头，母亲的情绪会影响他，母亲的言行会影响他，啊，所以母亲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要端正。那，为什么影响小孩？所以小孩10个月在胎里头，禀受母亲的正气，生下来端庄、听话，很好教。啊，那么这种教学的理念。外国人根本没有，大概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一家，所以中国世世代代有圣贤君子的出现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遇着大灾大难，舍命。都不辩解啊！这就是中国古谚语所谓“3岁看80”啊，3岁养成的这个根性，一生不会改变。啊，中国这个族群。为什么能够绵延到现在，还没有灭亡？世界上4大古文明，3个都没不消失掉了，唯有中国还存在。什么原因？中国对于儿女的教育是主要的原因。这家教，啊，这个话是澳洲南昆大的教务长告诉我的。这是2战之前，欧洲人做了一个研究，啊，一些专家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。中国何以能够还存在？啊，结论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原因。这个结论正确，一点都没错。所以，中国在《礼记》里头学习，就说得很清楚啊：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啊，写在《礼记》里头。啊，建立一个政权，一个国家。领导全国的人民，什么最重要？教学最重要。只要把人教好了，天下太平，什么事都解决了。今天社会的动乱，啊，
因素虽然很复杂很多，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教坏了啊！啊，谁教坏了？电视教坏了，电影教坏了，啊，流行歌曲教坏了，啊，在近代的时候，再加上网络，教坏了。啊，也就是国家不教了，家庭也不教了，啊，让所有一切人民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通通接受电视的教育，接受网络的教育。那么电视网络内容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啊。这个社会能不乱吗？冲突能没有吗？啊，所有冲突灾难都是教出来的。啊，这个世界上电视很多。讲佛经的就一家了，只有一个频道啊。如果都有几个频道，用多种语言来教学。中国有56个民族，我相信有几百种语言方言。啊，我在澳洲住，澳洲图恩巴这个小城，居民10万人，有100多种不同的语言，这就说明从全世界各地方移民去。啊，80多个族群，100多种语言。我们相信中国语言有几百种。啊，不懂不同的语言来讲，大家听起来方便，亲切。啊，国家培养这些老师。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民国以来对这桩事情疏忽了，啊，那么才有今天这种结果。啊，通过我们当时的实验，我们信心增长了。啊，真肯干，很短的时间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。第三种呢，因同无异性。啊，这些小孩。因同为母所报怎样，愿生于天的神佛永护就满足，如弘法住外道升天，占得宿席。啊，外道心外求道。啊，他能够升天，天的寿命长，福报大，啊，暂时离苦得乐，
密藏保佑，乃修四禅六行，至升天教也。四禅，初禅、三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生色界天婆罗门还修四定，比四禅还高，无色界天。福报更大，寿命更长，但是这些呢，通通没有离开六道轮回。六行这是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在六尘境界里面随顺正法，远离我法，这人天善道。那么这些摄于胎藏界曼陀罗，第三大院外金刚部之中。这是密宗的术语。胎藏曼陀罗，第三大院外金刚部的大众，这都没有离开六道轮回。下面从第四以下，这叫出世间的。前面讲的这三种世间法，那么第三种是世间聪明才智，第二种是世间普通人，第一种是世间愚痴人，根性最差的。那我们看第四，唯运无我心，若佛法门，最初的住行，这个人为生死，他对于生死这一桩大事情，他很恐怖，希望能一去一个地方不生不死，没有生死，他厌苦，愿极灭后涅槃者。涅槃是古印度所有宗教都建立个涅槃，涅槃就是不生不灭。依照他们经典理论方法去修行，将来都能够证得不生不灭。这叫涅槃。观四谛之理，那么这是用佛教来说。佛教讲三世因果，有过去世，有现在世，有未来世。
给初学的人讲苦集灭道啊，苦完全讲现实生活环境的生活苦啊，有生老病死，有求不得，有爱别离，有怨憎会，有五阴之身，讲八种苦。啊，三界痛苦，欲界，三苦八苦。啊，这个八苦就是三苦里面的苦苦，同有。啊，色界天，他把欲控制了。啊，欲是欲望。把欲望啊放下了，人没有欲望，这八种苦就没有了。啊，修定，这就是愿寂灭。他喜欢清净无为。远离群众啊，在深山里面修行，求寂灭路啊。那么在色界天，虽然是欲界八种苦没有了，但是它有坏苦，有行苦啊。坏是什么呢？他的时间到了，定功会失掉。定功没有失，他不知道苦；定功失掉了，他感到苦了。为什么？定功失掉了，寿命到了。色界天人大概在定功将逝前七天，他就好像生病一样，全身不舒服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七天他命就走了。平常他们不生病啊，一天不生病，一生只有临终的时候，这六天六七天他有病苦啊，这叫坏苦。那么无色界天，这最高的无色界天的人不要身体，这肉身太麻烦了啊。四空天他有四层，我们把它称为灵界，那个地方全是灵魂，不要身体啊。他知道身体很麻烦，身体是个累赘啊。中国老子就说过这么一句话：吾有大患，未吾有身。这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？有个身体，要没有身体多好啊。无色界天人就是不要身体，最高境界。那么他有没有苦？有行苦。行苦是什么意思？他不能永远保持，他还是有寿命啊。非想非非想出天，寿命是八万大劫。八万大劫很长，但是有到的时候啊，到的时候他还是没办法，他会堕落，就爬得高啊，摔得重啊，实实在在他并不知道他在四空天，他认为四空天就是佛说的般涅槃，
误会了。啊，涅槃不生不灭。啊，四空天还是有生有灭。你定功修成了，你就见佛；定功失掉了，你还是在六道里头去投胎。啊，大概他们从四禅四空掉下来的，都是落在地狱。什么原因？毁谤三宝。啊，认为佛欺骗他，佛说有涅槃，你看我证得涅槃了，证得涅槃还有生死，这佛是假的。谤佛、谤法、谤僧的罪，是无间地狱。啊，所以这些天人到最后，多半都落在无间地狱，从最高点掉到最低点。啊，佛没有错，他们自己误会了。这三是实有法体，实有法体很有，啊，他执着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真有，不知道全是假的，啊，《般若经》上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，啊，也执着法体很有。也是错误的。得为我空者，即声闻之佛法也，如小乘二十部，具舍乘时是也。小乘啊，小乘确确实实。把见思烦恼断掉了啊！我执啊，它断了，法执犹存呐。阿罗汉，我执断了，我执的习气还在，必须更上一层楼。那就是第五啊，更上一层楼，见识的习气也断了啊。前面这是阿罗汉的境界，啊，第五把业因中心。啊，这比较前面一个进步了。出于无佛之时，啊，没有佛的时代，修无眼等业，见飞花落叶，观十二因缘之法者，即烦恼所见之因缘罢了，而习气未熏在者。如圆觉称是，啊，圆觉称比声闻高。声闻断见思烦恼，没断习气。圆觉是把见思烦恼的习气也断了。啊，声闻跟圆觉。有出现在有佛出世的时候，声闻证阿罗汉果，圆觉证辟支佛果，叫圆觉。
如果出无佛世界，缘觉成为独觉。阿罗汉也能在没有佛出现的时代，他证阿罗汉果。经教里头讲的很多。出果一定是有佛出世。依照佛的小乘教理修行，断三界88品见惑，证出须陀洹果，得位不退。虽然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他不会推多反复，他是圣人。小乘小圣出果，这样的小圣在六道里头，他决定不会堕三恶道，也不会变成阿修罗。他的寿命到了升天，天上寿命到了到人间，人间寿命到了又升天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就证阿罗汉果。根先立的在第四禅，他就超越了立根的阿罗汉。根先迟钝的，他要通过四空天，就是说要通过无色界再出去。但是绝对不会到第八识，不会的，七识他就证得了。离开六道轮回，到四圣法界，阿罗汉生在四圣声闻界。辟支佛就是圆觉，生在四圣法界里面。辟支佛，圆觉也称为独觉。没有佛出世的时候，他叫独觉。再向上提升，他是要断尘沙烦恼。尘沙烦恼断了，圆觉提升就做菩萨了。在菩萨这个地位上，他断尘沙无明的习气，尘沙无明习气断了，他就是十法界的佛，十法界里的最高的地位。他修什么呢？他要断无明烦恼。无明烦恼断了，十法界不见了。一真法界现前了，就是说他升到十宝庄严土了。十宝庄严土里面41位法身大士，他们住在那里修行。他修什么？断无始无明的习气，无始无明习气断尽，他就成佛。
这个成佛是真的，不是十法界的佛。十法界的佛，天台大师六界佛里面说他是相似界佛，相似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他还用阿赖耶，用阿赖耶用的最好，与佛的教诲呀完全相应。这就是十法界里头最高的佛果。啊，他要能够在这个地，在这个时候破一片无明，那就是转世成智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十法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十法界是怎么现？无明烦恼现的，六道是怎么现的？是见思烦恼现的。见思烦恼断了，六道不见了。啊，无明烦恼断了，十法界不见了，像一场梦一样醒过来了。啊，那个是这个时候你所看到的，醒过来了，是。一真法界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图。啊，在诸佛如来宝图里面，就是要断无始无明习气。那我们就知道了，十宝图是怎么形成的？无始无明习气变成的，无始无明习气断了，十宝图不见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，没有说十宝图是例外的。啊，我跟诸位说的这些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。啊，密教里面的这十种心跟华严所说的大致上相同。啊，你看它第五，八业因种心。啊，相当于华严经上讲的圆觉。啊，第七，觉心。不生心，从前心之阿赖耶缘起，阿赖耶中所藏的种子，欲缘生起现行。进一步呢，若于心境虚空之证，觉悟心性之不生不灭，说三论中所谓八部中道，起心论所说的当知。起心论跟中观论所说的是这个境界，此文殊菩萨之内证。那么以上这两证，两种心是三乘教，下面这三种心呢是一乘教。啊，这是跟这个华严法华了法相的，这是显教啊，显迷一对比。第八，一道无因啊，一乘教他说三种跟显教说的不一样啊，又名如实一道心，如实知自性。这是真我，空心无心心。《法华经》所说的，以心即静，无为无相
为戒矣。大日经巍巍如舌至子心，配于天台宗观世音菩萨之内证。这真正知道，像我们从比喻里面说，看电视，知道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荧光幕跟电视里面的色身的关系啊，清清楚楚。真不爱妄，妄不爱真，真妄也如啊，真妄两边都不执着，两边都放下啊，他在这个境界里头的清净心的平等心，而且觉悟了本经经体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，他在这个屏幕频道里头完全证得。这就是现实境界的一个缩影。从这个境界一扩大，就是现实的境界。现实境界跟我们今天在面对这平光幕是一个道理。啊，真实的利益是什么呢？真实利益就是心里一尘不染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六根对六尘清清楚楚，这叫智慧。如如不动，这叫大定，这叫真心。这不是凡夫境界，不是二乘境界，也不是三乘境界，他们都做不到。啊，我们今天是一门深入，把这些离世因果都搞清楚了，可是没证得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我们这叫解悟，信解成就了，却什么呢？却信。行是什么呢？像修行啊，修什么行？怎么个修法呢？就是放下。我们今天没放下，知道很清楚的知道，就是没放下。哎，下面缺的是一句话：放下就是放下执着，不执着了，你就是阿罗汉。放下分别了，你就是菩萨。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是佛陀。换一句话说，放下执着，清净心现前。这不是解了，这是证。放下分别，平等心现前，你是菩萨。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你绝了。经体上这五个字是三个不同的境界，啊，清净心是阿罗汉，平等心是菩萨，觉是佛陀。
经题上有这五个字，说明这一部经。证阿罗汉，理论、方法、境界都在这经上。成菩萨也在经上。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成佛，还是在这个经上。这一部经不可思议。第九，即无自性性，它有前身两种解释。前世者华严法界，诸法即真如实相，真如无自性，随便呢不受自性，然尽争妄交持，世事无碍，重重无尽之意。这是前说。深说呢，是由毗卢遮那之教，觉而无自性。华严之法门当知，以普贤菩萨为内证，以上九心是为显教所示。密宗认为显教只说到此地。皆无自信心呢，深说呢，跟密法就没有两样了。他幕后另一个秘密庄严心。秘密者，金刚部、胎藏部这两部，六大师，地水火风，空，色，这个六大。那么，楞严经上讲七大：地水火风空见识。三密，深可以，无相无智等智无尽法门，秘密庄严，等觉实地也不能见闻，其法门之德了，谓之庄严，皆真言宗教之心地。究竟果地，不二法门。大日如来，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毗卢遮那。这后面还有一小段，词是住心，有横竖二者，横的是住心者，与一时住心，又有是住心。唯如是唯趣说明，就是详细说明，在十住论恒十住心呢是胎藏的十住心，树的十住心呢是金刚界的十住心，胎金不二。谓之不二之十住心，这是在《觉义钞》里面，《觉
觉一超之地第十卷有详细的说明。啊，我们读到这个地方，顺便把这一段也念过就可以了。啊，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。啊，此心是密教所判的第十住心，乃究竟佛果第十一地如来之所证，故能究竟会于众生真实之理。这是讲阿弥陀佛之所证。阿弥陀佛所证是究竟佛果。啊，在密宗里面讲第十一地如来所证，所以阿弥陀佛有这个能力。啊，能够究竟，究竟就是圆满的。啊，圆满的会于众生。啊，给众生呢真实的利益。树德高远。这一句是讲，这一愿是讲宝树啊，啊，树之德高，树之德广，愿是广，啊，彼国菩萨中，善根劣者，本难知见，啊，善根差一点。本来他很难知道，很难明了，是以弥陀垂慈大愿加彼悉令了之。根性劣的他也知道，他也明了啊。那么这个里面也给我们透了个信息，我们想证得佛法，究竟的智慧德能，要到极乐世界，在他方世界。即使是立根上上之人，也很难啊，通达究竟的佛果智慧德相。太难了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很容易了啊，你在宝树里面你就能看到，你就能开悟啊，不仅仅是前面所说的或三种人啊，三种人是三种大定，十地菩萨所证的啊，真正是经典里面所谓的彻法地缘啊，一切法的根源，你没有不知道的啊，不是从外面学，完全从内证啊，这个首先要诚信，不能有丝毫怀疑啊，我们的自信跟诸佛自信是一个心，跟
跟大日如来也是一个心，真密宗。跟毗卢遮那是一个心，是现宗。毗卢遮那就是大日如来，大日如来就是阿弥陀佛，一而三，三而一。啊，那为什么一变成三？不作为一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有显教的根性，有密教的根性。啊，有上上根的东西根性，有上中下的根性不一样啊。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，为了戒引各个不同根性的众生。啊，如果说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一切法门就进了一门。这才是真正究竟的大圆满啊！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修其他的法门得不到阿弥陀佛加持，这个法门得弥陀四十八愿威神加持，所以悉令了之。简述就了之了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愿，树现佛刹愿，第四十一愿，于见诸佛净国庄严，现于宝树间界，犹如明镜，独其面相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第四十一愿：树现佛刹，今此愿闻。树现佛刹了，同于观经第四宝树观。啊，观无量寿经，这是净土三部之一，净土三经。啊，无量寿经是详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？怎么会有这个世界？啊，阿弥陀佛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啊，这个世界怎么修成的？他为什么要修的？啊，全都说清楚了。成就之后，起了些什么作用？啊，真的，所有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平等正德，这是跟设方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的地方。极乐世界没有一样不平等，啊，佛跟众生平等，教化平等，
啊，虽在弥陀讲堂，讲堂里面的人无量无边，无数的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在这个讲堂啊，但是每个人的感觉，阿弥陀佛在我面前叫我，人人都这感觉啊，没有说佛在老远，有人坐得近，有人坐得远，不是的，这是不可思议的神别，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佛在我面前，佛专门叫我一个。不可思议的情景啊！同时自己能够化身千百亿化身，到十方世界去供佛、去闻法、去度众生，没妨碍，自己的身在弥陀面前没有离开啊！分身呢，到十方世界去了啊！这都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，在极乐世界同居土有，方便土有他方世界方便土没有，同居土更没有啊，极乐世界之尊贵，实在讲就是尊贵在凡身同居土，能享受十报土化身菩萨的智慧德相。啊，而且是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。我们生到华藏世界还得不到，没那么圆满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土就得到，真正没有能相比的。我们修佛、修净土，就是要以阿弥陀佛做榜样。啊，阿弥陀佛的心平等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我们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它太微细了。1600兆分之1秒的频率，我们看不见，我们也想不到，六根根本就圆不到。啊，那就放下不谈。我们谈分别执着，这个相处。啊，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练什么？练不分别。不执着，啊，确确实实没有分别执着的心，六根起作用，智慧就现前了。啊，相当什么人的智慧呢？全教菩萨，啊，自然成就。也得四无碍辩才，啊，教化众生，不设定义，
一般人教化众生，自己定就没有了。教化众生依然在大定之中。这个高啊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学习，穿衣吃饭，待人接物，全在定中。六根对六尘境界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那叫智慧。它同时呢，如如不动，不起心，起心动念有了，就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在定中。定慧等用啊，等学。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，心不散乱。天天读经，目的就在此地。天天分享也在此地。每一天锲而不舍，那就是天天在提升自己。有缘的同学，打开电视，打开电脑，同时在熏修，大家一起提升，这个好。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有意义。所以有价值，没有白过。树现佛刹。那么观经里头宝树观的经文，下面揭露了几句：此诸宝树，生诸妙化，永生诸国，由大光明，化成床幡，无量宝盖，是宝盖中，应现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佛事。设方国土啊，业欲中现。这个宝树，像我们这个世间的电视台一样，转播信息。哪里的信息呢？设方。一切诸佛刹土的信息，在这个书里头都能看到。到极乐世界，想看看地球上的信息。我们从地球去的，对地球很关心。在宝树里头全都看到。每一棵树里头都能看到。树放光，光里面有床幡宝盖。宝盖里面就现象了，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都在其中。佛事就是日常
所有一切现象，这些思想通通见到了。那个佛是什么？佛是觉而不迷。你全看清楚了，全明白了。那么我们想到，在这种状况之下，遇到这个地区，这个星球上有灾难，佛菩萨能不伸出援手吗？肯定像观世音菩萨一样，眼到手到，眼睛看见的，立刻就帮助我。要帮助他化解，所以这一个地区造物的人虽然多，还有很少数的善行人士。他们断恶修善，他们能得诸佛如来本愿威神加持，灾难就能减轻了，就能化解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下面观经次观，真实树现佛刹愿的成就，极乐国中。宝树无量，夜夜曙光，化现宝盖无量，夜夜宝盖中现十方佛国。要记住，大乘教里头告诉我们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。每一个树里面。都能看到十方世界，像我们现在用的电视一样，所收的频道相同，无论在哪一个画面上，通通能看见。所以，极乐的树无量无边，每一棵树里头都能见到。所看见的明镜清晰，如同明镜。看的不是模糊，很清楚。见他方佛国，明了清澈，好像我们照镜子一样。就是如对明镜的自观本面，真的像我们照镜子一样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可见极乐国土，含摄一切佛刹，相如相极，不可思议。
这完全是华严四无碍的境界。啊，华严经四无碍境界是在华藏世界里头才有的。啊，那么在极乐世界这种境界，极乐世界同居土有，方便土有，啊，这就不可思议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属于现在人讲的，这是高等科学。啊，树不需要任何这些仪器设备，不需要啊，自自然然成就，这行吗？没法子叫人相信，真的是很难相信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大乘经上佛常说这个道理啊，这个道理就是一切法从心相生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心相，确实这个心相通通起作用，在极乐世界其作用是圆满的。我们的心想在极乐世界起不起作用？同样起作用啊，那我们有很多负面的错误的啊，恶的念头，这些错误的到极乐世界通通过滤了，极乐世界人知不知道？都知道。啊，就像我们看电视，看到某个地方的，啊，这一些景观，不是我们自己。啊，对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影响？那看我们的念头，我们接受有影响。我们不接受，没有影响。啊，一般人讲，我们把它放在心上，对我们就起影响；我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，对我们不起影响。啊，确有其事，不是没有。啊，我们念这声佛号，这是最简单的例子。念佛人听到了，他放在心上，这有影响。不念佛的人，排斥佛教人，听到这句佛号就厌烦，他不放在心上，他就没有影响。其实还是有影响。啊，他反对，他讨厌，他也接受了。他接受就是负面影响，我们接受是正面影响。那他那个影响将来变成什么？变成罪业，变成三恶道的恶报。啊，那我们这个影响变成将来往生极乐世界，果报不一样。这些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全是事实真相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透彻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要清净，净念要善念，不要有恶念，不要有负面东西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有负面的，我们这里没想，他方世界有影响，
甚至于别的国佛国土里有影响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。